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IA Life Planner 苏英 from JBFX Life。入行以来，我一共达标了七次 MDRT， 很开心在去年 achieve 了 Cut off the Table COT， 也完成了 AIA 的 One Million Challenge。入行之前呢，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然后在毕业之后，其实也还没有想好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毕业之后，很多朋友选择出国做工，包括我也有考虑过。可是那时候外婆的身体已经不太好，我们可以陪在她身边的日子也不多了。为了不要让自己遗憾，所以我决定留在她身边。如果我出国做工的话，我就没有时间可以陪她。那如果我留下来的话，那我其实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带她到处去玩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的 leader 呢，一年就出国好多次，都带着他的家人，而且我看到他可以很自由地安排他的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诶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加入 AIA。 AIA 会一直提供我们 training 和 support，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 life planner。 同时在 AIA 我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然后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和支持，一起进步。我可以说这八年一路走来，都是因为 AIA 的这些 training support 和好朋友的支持，是这一些造就了今天的我。让我最开心的是，我会在今年得到 AIA 给我的100万奖金。当我收到 AIA 的 email 通知我即将得到100万的奖金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了蛮久，那个感觉很不真实，很 surprise。 在那个时候，我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说我要去怎么花这一笔钱，而是我觉得既然我都做得到，那是不是其实大家也都做得到？所以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是怎么去做到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的计划是可以把这笔奖金用在 agency building 上，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，也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 achiever。 到今天为止，其实我从 AIA 得到了很多。会选择加入 Master Trainer， 其实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个 program， 把我这些年来的经验分享给接下来加入 AIA 的 Life Planner， 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 Achiever。 Thanks to AIA Elite Academy 的 support， 我有了今天的 achievement。 今天我做到了，我相信在一样的系统和支持下，你也可以做到。